啊，没关系，我们顺着出去，顺着出去。天哪，我拉不住，那个水流太大了。可以，可以。因为我那个舵已经打满舵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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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哎，哦，这边逆流应该上不去吧？要踹吗？还是要试试看？试试看。啊？哪里？这里啊。我想试试看的。走，走，走，走了，走。教练，我们刚刚看到一个岔路，想要去试试看。我们怎么转？折返。我们等一下。好的，你们可以试试看，但因为在线上去会有一点点的水流比较急，要注意安全。哇，哎，蛮深的，大逆流。哎呦，这边可以原地训练很久哦。很深哎。那就试一下啊。好，好，行。哎，很好玩哎。很好玩，走，我们冲到底，我们冲到底。哎，不行，哎，流很大。我们试试看。没有翻，没有翻，没有翻，不会翻的。好，稳住，稳住，稳住。哦，这样上去，超级逆流哎！这逆流挑战，水流变大了。等一下，他们要给我们加油，没有病啊！没关系，我们顺着出去，顺着出去。天哪，我拉不住，那个水流太大了。可以，可以。因为我那个舵已经打满舵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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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哎，哦。哎呀，你看那独木舟吗 ？Oh my god！ 哎，酷哎！哎呀，我们真的好玩，逆流的上很多哎。对。哎呀，我们真的逆流的上很多哎。对。很多哎。对。啊！第一次跟 Kid 配，他在我后面，意外的不会这么吵。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会听对方讲话的。嗯，不是像在陆地上真的吵来吵去，然后弄来弄去。我记得滑到底的时候，教练叫我们返回，然后我就不想，因为我就觉得返回又是卡沙，然后我就说我想走哪一条，然后他们就说不要，我说不行，我们要走我看。然后 K 说好啊，走啊。昨天这一段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因为它是水比较深，然后急流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尽情的滑，然后真的有用到力。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就是你的队友站在你这边，然后跟你一起拼命前进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是我最喜欢一段。对，所以还好，我说 Let's go there。哎，这很好玩呢！哎，这很好玩呢！要不然你们要拼一个，一直拼，一直拼啊！哎，这边可以拼一下，很好玩呢！这可以练习耶，蛮好玩，蛮好玩。来，郭哥，冲一个，很好玩哦。走，等一下，等一下。啊！现在差深一点。哎，归队了。哎，这很好玩，这很好玩。对不对？往那边滑很好玩，很像一般的浪。还行吗？教练，往那边很好玩哎。够深吗？够深，而且很像一般的浪。够深。我们现在可以尝试这边这样子，就像是我们今天遇到逆流的时候的感觉。嗯。哦，超累。OK 啊，原地像原地跑步机一样。对。冲一个，冲一个。这个画面很帅哎，哟，真的有海浪的感觉。好，测试一下合力啊，试试看逆流上，我们要靠左。最中间的时候水流最强。对。哇，你站在最强的位置吗？这是最强的，最强的留在这边。没事没事，来，我有套用，我夹我夹。有浪，没有前进，没有前进，因为我们卡在最大的浪这边。来，瑞娜，加油，我们加速。有我们冲过它很多嘞，有，哎，我们冲过它很多。哦，可以继续，继续，继续。对，可以，可以，可以，没冲了。哎，很远嘞。拼一个，郭哥，拼一个。去去！逆流而上，上去！哇，很累。对，我想说，我们在跑步，原地跑步机。左边的速度比较快。左边的流很快。也要小心哦。好强。有这样了。鼓吧，这样了是吗？对对对，小心后面啊，教练。这个训练也不错啊，教练。好。这个训练也不错。逆流而上啊。对啊。很累。根本上不了。所以就在原地滑动就好了。我们潜水的时候遇到流，我们都是不抗流，因为你拼不过海浪，你拼不过流，你就是
顺流而行，但他们不行嘛，他们有一个方向要去，所以我就说好啊，这也是蛮好训练，所以就跟雨薇挑战了前前后后大概滑了大概三次吧。你光就是要垂直于那个浪就很难了，然后我们很努力的滑，但完全可以感受到百八说的，哎，那边就是跑步机，你怎么一直滑就是哎怎么在原地，然后甚至还往后退。但蛮好玩，就是在练那个桨力跟有浪来的时候，就是你要一直在中间。我们要回去吗？折返了，折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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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折返下去。我还要，哎，也是跳左。别忘了我们的，还是要滑行啊。等一下，该不会又是一个舒服的放流了吧？感觉水会越来越低吧？没多少空，我们就是在这边滑，这边比较深。好，我们在这边做来回。好，天，那个光线越来越暗喽，要注意一下哦。好，哎，现在顺流九点多哎，怎么？对，顺流九点八，这个速度，哎，你说我们速度现在正流九点多，九点多，很多哎，九点八，超快，你看旁边就知道，哇，难怪我们刚刚上来那么累。对，而且我们没怎么滑，就这个速度哎。黑潮的速度没有黑潮，希望可以一直这样子。黑潮真的超爽，觉得我后面这样看起来有没有觉得需要修正的地方？不会啊，这样蛮顺的啊。好，我就是在跟你的讲述。我讲述基本上都不是太快，对，可是我都插得比较深。哎，如果明天找你跑步，你会一起吗？不会。那好险你昨天没有参跟我们参加 5K 哦，真的哎，我试试哦。嘿嘿，我们先一起走一下。主要我要你们做的是45度切水之后滑水，就会比较轻松。OK， 哦，我有感受到了。那你其实切下去就要马上转正了。对，切下去马上转正。所以那桨是不是握法会有点变？没有，一样。我一样是这样握，一样，只是你手会有点转动而已。那其他的人，我们就继续行动喽。OK。小心啊，左边有一些水泥啊。哎，变浅了这边，变浅了这边，超浅，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哎哎，有头跑到眼睛里面去了，啊，好恶心哦。你知道我开白灯，那个蚊虫就全部飞过来，好恶心哦。这个暗摸摸的时候滑真的会还没有安全感呢。你看我们还有路灯，现在夜滑训练是为了之后我们在做长程的滑行到石原岛这段路程当中，因为会跨夜，那跨夜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做夜滑的一个需求，让大家在黑暗中可以找到怎么滑的方式。如果你今天很掌握你所有的技巧滑水的感觉，其实你眼睛闭着你都知道怎么滑，所以有时候不是单纯的视觉的感觉去划船，而是用心去体会划船的感觉。我完全看不到我们要去哪。而且我们零，好不好？我们哎，那浪那个变大嘞，1.7啊！哎，真的变大了，真的变大了，过不去了。来拼一个啦，看看。好，拼一个，拼一个。不要这么快拼吧，我们还没。没有，我们这样子过不去啊。哦。神经病哦！不要拼了，不要拼了，不要拼了！流速太大了，太累。其实我也滑过类似的，就是在澎湖我们滑过 SUP， 所以我是很享受夜滑的。但我真的认为，我们去冲那一段的时候，我们也有是第四次、第五次的时候，是已经视线蛮不好的状态。我也有想过说，如果我们在滑海的话，遇到逆流的状态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像那样子，会定在那边。可是你必须要一直持续在那边，不然你就是被流走，流回去，起来，颜料，回到原点。喂喂，你后面的大背还 OK 吗？前面活着，还活着。前面的大配还活着，但他想要收工了。对，我要回家。我要订车票了。好好玩哦，大配。大配，你要留下来吗？等一下，收讯不好。
我想要让大家体验一下，把红灯关掉。有。好，把红灯关掉。那我们船。然后去找前方的船的闪灯。OK， 那我们第一艘怎么办？我来。好。哦，你就是我们的那个伴走船。也不至于到恐惧，是有点担心，感觉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洞，你要跳进去，但你不知道底下是什么。哎，现在下面是0.00米。我们在海上的话是下面是有几千米的哦。各位各位，我当大的领头船，大家头灯关掉之后就看我的闪灯，看得到吗？可以看到，超亮的。好，真的跟随你，有点太亮。整个暗的时候开始有一点紧张，到晚上的时候只有一道光，你很难去测量你现在跟他的距离在多远，甚至是滑行的船你的队员是谁。少了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你的听觉跟你的敏锐度就是等于要提高。看得到这一颗吗？现在我都还看得到吗？看得到。那我们走咯。好，走。走去哪里？要去往上滑一趟。这感觉怎么流已经很强。你看得到我们吗？看得到。OK， 看到吧。好，谢谢队长的关心。哦、那造浪池那天没人吐啊？没有。上次你造浪池没吐啊？没有啊，造浪池吐就很丢脸了。不是，是浪啊。所以你那时候是有晕哦？没有晕啊。那你应该还好啊。他后面看得到前面的人吗？你们看得到我们吗？看得到。哎，越来越多鱼在跳。我们后面有灯。对，好。